黑城哦，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超软烂少年》。超软烂少年，我们偶尔来一集比较用软烂的气息做开场。这一集想要带大家看就是家庭的装潢，就我们之前不是拍了很多工业技术嘛，一些 DIY 嘛，小木工嘛，油漆嘛，大家总会有想要装潢自己的家里吧？通常你会怎么做呢？没想法，全部听设计师的。我最喜欢这种客人了。你就是很容易变成小肥羊，任人宰割。很常大家在做装潢的时候都会有这个冲突，就是说你的想法跟你的预算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另外一个就是设计师的想法跟你口袋的深度也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外面自己做案子啊，或者是接触过这么多的奇葩的人，我们都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大家最好要先有想法。基本上这样子，你在做装潢，或者是你在发工班，或者是你在做一些布置的时候，钱就可以直接花在刀口上。那所以你该起床了。我们不是这集要将拍完吗？前面那么好赚，起来！哎，对，通常一般大家在做装潢的时候会找谁呢？就木工啊，找木工做装潢。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道理？你为什么要找木工做装潢呢？因为我不会。不是啦，木工的本质在干嘛？你知道系统柜吗？我知道。那你觉得木工贵还是系统柜比较贵？我觉得系统柜比较贵。哎。啊，你这个就是没出过社会，没买过房子，对不对？没错。木工跟系统柜呢，我个人在工作上有一个最大的差别，就是如果你在现场有些东西你要做到非常的硬喽，或者是你要为了这个现场的空间而去定制一个什么弧线啊，或者是去定制一个什么样的造型啊，那这种东西你可以找木工。系统柜有一个方式，就是它是一个像是一个流水线的系统制成，也就是说它在工厂里面它量完了之后，对不对？然后在工厂里面做一做做一做，然后做完之后到你这边组装。如果今天你没有要把你的房子啊、隔间啊或者什么重新打掉、投注重做，基本上一个房子你到这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把系统柜跟木工这两个配合的好的话，你的总预算它就会降低非常多，你的视觉感受又会非常好，而且你的整体搭配的完整度也会很高。所以你要出门吗？在出门前，你知道哪一个东西比较贵吗？材料。没有错，材料。木工跟一般大家所看到的系统柜有一个最大的差别，用料。因为有些系统柜用密集板嘛，那有些系统柜我们曾经有拍过一些板材的影片，像你是用 PP 啊，你的饰板啊是不是有含甲醛啊，有含苯啊，你有一些材料是用集成材啊，还是用木芯板啊，它也会直接反映在你的价钱上。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一个新方法，它既有系统柜的系统快速安装，现场不会 MMO， 它又同时拥有木工的好材料，这个东西就称为定制柜。没听过了吧？没听过。那你要出门了吗？好，可以出门了。Let's go。在出门前哦。哦，你妈个头啊！哦，你完没完啊？通常做了有一些装潢的时候，会等你看一些样子，像一般人，不要说一般人啊，就是连我们有的时候现在做久了，看这些素材其实还是会有点不太准，所以这时候都会建议大家到室里边缘，就是有一种大碗。好，那一定要讨论。我问在说的话，因为黑色的感觉跟小切块，然后视觉感就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挑几块大碗出来，然后看怎么样来搭配这个房间跟客厅是比较好的。没有想法的时候就叫设计师给你，设计师决定一下。通常办业主在那边糊糊摸摸的时候，我们就让专业的帮我们决定了。真的吗？真的，必须要很客气。还是蛮酷的，这又不像就像木纹一样粗。这个我个人就觉得不太适合在房间，就可能会比较有个性，因为这个我自己感觉就觉得有点太脏。但是你如果做的比较细长的那种，就是都还不错。温暖的会是这一块了。他如果说你要清爽的话，就这一块。那太小。这边，这边要围那里，然后，这是最后一个，对，剩下这边。你看，各位，你猜得出来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假的吗？来这个，这摸起来有点凹凸感。啊，这个，这摸起来全平，虽然图面摸起来是平的，但是它是贵的，它是实木的。这个是 PP 做的，插在你如果在一些光线角度上的时候，那个油会有一些香灰，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做木头木工的时候会有一些散花，就是。那个木头的油脂跟它的天然的木纹的那个折射感，除了这个之外，然后这个的反光它可能就比较单一一点，但是你往后拉，还真的看不太出来。你看这个是用那种枫木，就像我们吉他 Gibson 啊、Fender 啊这种吉他很常用到的那种枫木，然后这个呢就是用 PP 用硬刷的，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现在生活不好过，我觉得大家想要省成本的话，那我们到时候就选这个，那我们现场再看我们装是真的假的啊。
嗨，各位朋友们，大家好！三个礼拜就这么快速的过去了。经过777三个七天的21天之后，我们的系统柜快速的做完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验收，然后还有今天要安装。第一个，照着我们之前画的这些图做规范嘛。然后第二个就是直接现场开始试做。所以系统柜安装很快，基本上两三天，或者是你家小一点，一天可能就装完。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所谓的定制柜。经过三个礼拜，你分辨出来定制柜跟系统柜有什么差别吗？还是分不出来。好，没关系，我们来看旁边。我们从这个浅浅的这个凹洞旁边啊，比较便宜的系统柜它是用几层板，然后这个就是木芯板。木芯板的好处是什么呢？沉重，就是你在重量的压度上，想必大家都有经历过买一些便宜的家具，然后东西整个绑着掉下来的那种。那木芯板就是这种定制柜就不太会发生啦。另外呢，你要怎么看这个东西的好跟不好细节？能够看到这个美丽的45度角，我跟你讲，一般便宜的系统柜是不会做这种事情。这个你有切过，通常木芯板还是一些木材板板材，你切过一定会有一个痕迹嘛，对不对？哎，有没有看看起来这个还是我们当时挑的漂亮的木纹呢？而且你几乎完全摸不到接缝哦，这个。封边条，封边条，我们在三小日子那边有教过大家。我们在当学徒的时候，当时我的师傅有好好的教我怎么教饮料。其他的价钱应该老司机都知道，就是你做的工哪边越细致，花的工钱越多，那你的价钱就会越高一点点。所以它会比一般的便宜系统柜还要再贵一点点的钱，但是还是蛮便宜的。就是如果整体抓起来的话，而且大家仔细看这边，嘿，有没有看到什么东西？没看到，对不对？对，我们隐藏的非常好。因为其实你的柜子里面都需要锁木螺丝嘛，然后它连外面，它把你那个螺丝头就贴起来哦，贴得好好的。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三个礼拜前有挑了一个非常漂亮，我们分不出来它到底是木头还是石头还是烈焰的，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高级的板在这里，你看，水干那啥的。我到今天我看它实体，我还是分不出来它到底是木头，又不是原木哦，因为你真的用原木超贵的，这是 PP 板。好吧，那我们就马上开始组装，然后同时带大家来看看这个定制柜是怎么装的。Let's go。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讲，所有的柜子它有一个东西成本会花很高，就是五金件，就是这个。这个其实好的跟便宜的真的差非常非常多，很多人的成本跟很多一些比较不孝业者，好要偷钱的时候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偷钱。所以大家看你的五金件好不好呢？其实就第一个手感，就是你在动的时候啊，测试它流不流畅，湿不湿滑。那我们这次挑的其实是用 KD 的预建材，它是用 PP 板、木芯板，不是那种便宜的什么集成材啊，或者是便宜的密集板。你的木螺丝在锁到那个木头本身的时候，它才真的会有强度的。这个很重要，这个也是很多不孝业者在偷预算的时候，就是很常会干的事情。然后这个到时候呢，就是我们拍片跟同事一起办公的地方。那我们再继续往下面看，下一间。咻，来各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三周的时候在那个板材的店里，我们有挑一个虎纹枫木，你看看哪个是真的，哪个假的？看不出来。有一个是实木，有一个是 PP 板，价钱有差。请问哪一个？长的那一块。真的假的？真的。哎呀，果然是有玩其他的人被蒙对。木纹，然后嘞，这个其实这里面这个是假的，但是其实你仔细看，你根本也看不出来。其实，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在里面有没有味道？除了我的汗臭味之外，你说新家的那个香味跟新车里面的味道很像。大家以前有没有去新开的地方或者是新家，都你用力吸，就会有很多那个家具的味道，对不对？你知道什么味道啊？铁的味道。不是，哎，对，哎，你看，有没错，新家的味道，对不对？是它，你知道什么味道吗？甲苯的味道。啊、真的、啊，我跟你讲，这个超好笑，大家都以为这是什么新的味道，我跟你讲，那是甲苯啊，你知道甲醛苯。塑化剂其实他们或者是一些信蜡，它其实都是一些有机性的挥发物。这个就是我们曾经在我忘记哪一集了，我们有跟大家讲说它的那些材料，以前大家没有意识的时候就无所谓，那其实它都是有经过很多科学的验证，它的确是有毒素的，而且对你的小孩胎儿孕妇是真的会造成影响的。这个东西就羊毛出在羊身上，有时候你要便宜那就吸吧，但有时候你如果觉得健康很重要，那像我其实就会觉得住的地方跟你的办公室，尤其你去买好一点的比较没有环境毒素的那个，真的对你的员工对你同事都会好很多，差没多少钱啊，那一加仑就真的是差几百块而已。好了，我们在一边拉低赛跟一边材料运送板材来这个路途当中，预计大概应该做三天四天就可以做完了。那我跟我弟现在两个就是双方进行，所以我们赶快加紧脚步，然后赶快做完，然后赶快拍给大家看，那我们就立刻到完工的那天。哇，完工了耶、yeah. ！所以我们之后在那边工作，是不是？对啊，以后都在这里办公。我 PS 5，你应该看得出来。你觉得这个空间的大小看得出来塞得下任何电视还是 PS 5的空间吗？对啊，重点是要开心啊！我开心就有位置可以塞。
不是，你上班是我要开心，我如果不开心，大家都不开心了。所以知道原木是不是？没有 ，PP 啊，看起来像木头，对不对？这是 PP 板，有没有有一种咻咔咻咔的声音？我们做之前，大家应该有跟他讲过，系统柜跟木工不一样吧？有有有。所以它既有系统柜的方便性，又有木工定制的质感。因为这边采光不错，我们剪片的这群人，每天日夜颠倒，所以我们在有一个有太阳的地方。那如果累的时候来这边可以睡觉。来，这个员工睡觉的地方，千万不能把它拿来当炮房。听得最近删掉了吗？因为到时候这边会帮你们放个小床，单人床。不是，你要跟谁睡？就单人床。有床就有人睡啊。对，好，你们这样子。放一些小东西啦，摄影设备，简单的衣服，因为这里没有打算让你常住啦，不要就每天搞在公司里，把这当饭店，真的吗？Tinder的约点的，你要不要来看我家 KD 的定制柜啊？请各位网友们，如果你在 Tinder 上有发现任何人最近有打成这样的自我介绍，请跟我检举，因为我觉得90%是我员工。我洁身自爱，我怕还有那个别人，不是不只有你，你们最近太沉迷于这件事了。我助手现在刚好启动了。比你们有用，你看，尽责都不用我讲，自己就开始吵了。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茶水间？等一下，你有点吵，我们现在在录影。以前系统柜就是里面是里面，外面是外面哦。这样我还讲什么东西？以前系统柜的做法就是外面是一个面皮的贴皮，但是里面就是可能是很简单的，但是 PP 版屌咯，外面做这个图案，里面也可以做这个图案。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很调皮，我们选了一边是原木，一边是 PP， 价钱差了很多倍哦。请问哪一个是原木，哪一个是 PP 版？我看不太出来。好，看得出来里面是不锈钢。到时候这边我会帮大家装一个饮水机，到时候这个完工的时候会做一个面板。你的面板呢？面板就是有人拖到了。谁会拖你的工程？比如说木工嘛，水电嘛，泥做嘛，什么大家进来的时候，完工日是哪一天，良辰吉时，结果就是有人拖到。这种人就派出去了，比起我也脚大。没关系，我觉得大可不必。必有隐情啊。那老师讲谁拖得到？真的要讲吗？你真的要我抓单犯？我也叫他，就是我。不好意思啊，大家，这边其实是木工做的啊，这边其实是 KD 定制柜的人做的啊。那我们当时说好呢，水槽啊，跟这个原木桌板啊，其实是小弟本人负责的，所以我就给咬啊，我就跟大家说，没关系啊，你去买个水槽过来啦，我切个原木砍进去，好看啊。结果呢？刚好切，对，我先跟大家讲工程顺序。这个的确是最后放，只是我忙了点。这礼拜我们拍了三支片，我这礼拜有两个工程也同时在做，同时我还有一个地方又正在报价。我这个时候还要跑去台北，然后再跑回台中半夜拍片。我一个礼拜已经工作了17到20个小时了，你总要妈留给时间让我睡。你不觉得我这三年来干这个黑眼圈，干这白头发，真的啦？你们这样弄我会死啊！等一下，我先喝口水。等一下。所以你猜出来了没有？到底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我觉得都是真的。不是，因为我没这么多预算。要估你了。真的，这块是真的。哎，各位看，比对一下，这块是真的。好，再看这块是假的，这块是假的。哎，你是不是想说色差对不对？没有，你那么简单。来来，这块原木的，稍微摸起来会有一点点那个木头的那个手感，一点点。然后假的就是平面。但是其实你还是分不太出来，所以这个就是 PP 板好处的地方，就是你看到真的分得出来，又好像分不出来，但其实又环保，又不用真的去砍原木，也不用砍素材。它外面贴完，它其实里面也是某新邦，它不是像那种甘蔗板或者是集成材，这种板材就是又防水，好清洁，然后你又不怕那个木头渗水膨拱，也不像以前那个烂的密集板，我下去就坏掉了，这很酷，对不对？来，我来给大家看一个我最满意的地方，我真的觉得超屌的，各位。这面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面墙，你看这个石材纹，花了不少钱。哦，这个石头的声音跟大家不太一样。这石头很特殊，而且你知道以前如果我们做石材是一个很讨厌的工作，因为石材会撞就破，然后你要裁切又鬼跟圆蓬蓬。石材有一个坏处，我自己觉得啦，就是很冰。然后你如果家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的时候，会有一种冷清感。但是石材也会让人家有高级感。你看这个板材，如果你是石材，你当然不能当柜子这样开嘛，很超重，你的铰链要很强大。像我们木工定制的时候，我们板其实会再稍微厚一点，但是厚一点你可能就会比较重。它的这个沟槽啊，因为 PP 板我觉得是材质的关系，所以师傅在后面修过的时候，就是你可能用220的砂纸、300-400的砂纸去做研磨的时候，它的触感跟我们真的木作是会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如果你是极度讲究那个手感的人，这可能跟我们传统做木作或做柜体，把
全部的板材拿到现场来，然后我们不是会把苏巴邦还是三六嘎把它切一切之后，有一些东西我们会拿钉枪钉，钉完之后我们在上面再贴皮上去，对不对？它的好处就是哦，系统很快就来，然后就这样啪啪啪做。但是它在师傅在木工师做的时候，有几个地方要注意，就是因为它板材来就都很漂亮，所以你不能像以前还没有贴皮的时候很抽残的就可以这样子推或者在做。坦白说，它在施工上师傅要特别的小心，在施工的时候你就要找一些比较细腻的师傅。我刚刚讲师傅嘛，细腻的师傅，它会有很多收尾的地方会让板材受伤，那它来说会贴成膜，很像我们在做不锈钢的时候，我们会贴成白色的那个保护层一样。不过 PPC 是整个世界跟未来的趋势啦，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跟上这个未来，跟接触不同样的工种做法的师傅们，我觉得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尝试做看看。好了，以上就是我们的新剧所跟我们做定制柜的过程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你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你也想要看什么样的工业材料或工业知识，你也可以在下面留言。那记得多多分享影片，我们超人少年下次见了，拜拜。